今年啊，实现我们的脱贫目标啊，还是有把握的啊，因为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目标，它不是高不可攀。实际上，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结，一定啊，要把我们的老百姓，特别是我们的农民，扶一把，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啊，共同富裕。